所谓冻龄人士比起来沉船多的年轻，不光是脸和身材，而是一种由内而外自然散发出来的活力四射。他饮食控制的相当严格，还是个健身狂魔，能做到他这样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健康饮食和运动。健身难度太大了，他说你多少岁开始保养，能维持的就是多少岁的脸和身材。他自己的看法是，我从20多岁开始保养，52岁拥有这个状态是件很理所当然的事，没啥值得夸奖和惊讶的。要是我60多岁还能有这种状态，才配得上你们说我是奇迹的称赞。心态也是超好了，有这样的自制力和心态，想不拥抱青春都难吧。朋友们，看着人家的照片激励自己吧，还不赶紧管住嘴迈开腿，还不赶紧放下你们手里的奶茶，早点睡觉吧。